边有一大堆菜。你冻上了，搁你冰箱呢。你干啥？别管我，不热啊。我说你给你哥哥找房子。你是？大爷。这是新上的吗？对呀。我姓朱。对，我得。我大连城，我俩都去多少回了。你看早说呀，我都安排完了。那我这通知他们不就？原怕我发烧，我就这几天，也不是嚎着喘嘛，忘了疼嘛，人不懂那样。没事，就上那个蹲着，和唠唠嗑。不秋后。雨水要少就是丰收年。你车呢？你跑哪儿去了？我在外面，我掉头了。不用掉，不用掉头。他找你在哪儿拐弯呢？正在那踩上。我就到那个啊，行了行了，看见了看见了啊。回农场的日子到了，从年初等到现在，朱回英老两口终于踏上了旅程。之前还担心去不了，现在出了门，心里也就踏实了。1600多公里的距离，8小时高铁到哈尔滨，再坐4小时汽车到农场。对于年轻人来说，这样的旅程都并不轻松，更何况是两位老人。到哪儿你就那指挥，老不指挥不干。给我，给我指挥，给我给我拿。来，接我让你。咱们先坐一下，车票呢？再高一堆儿。你拿手行吗？行。啊？行。行，我怕你那什么。哎，我比他强的还。你还比他强的，比谁强？还有5分钟，就8点半。7点25。慢点，注意安全，注意直梯下去啊！八车厢啊，爷爷。靠窗户那个，靠窗户那个，对对对，你按这个，再给你搬呗，到头了，看看，您年龄多大了？93。哎呦，高寿了。车窗外的景色越来越熟悉，与老朋友们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近。现在农场的老朋友们都各自在小院里，为朱奎英老两口的到来做准备。哎，乖乖乖！前面后边也有一大堆菜，这个豆角扎完了，那柿子还得擦酱，还得擦。他绑那玩意东倒西歪的，那都是我绑，真的。我相不中他干的活。你能干好的你干吧，你干完了我也省着干了，这来我就不累干，我就不累干活。卢景顺的老伴儿要把菜园提前收拾好，但卢景顺却发起了牢骚。那高的都一样。那个虽然嘴上说不干活，但看着老伴儿忙活，卢景顺还是要搭把手。老两口的争执其实都是一个目的，就是要让老朋友朱奎英能吃上应季的蔬菜。现在气温低，刚开花，那长得不好。你要想绑，他再打打岔的时候不是长刚绑垫了？你这顶到顶上都得绑3道，不绑3道他就得倒。可你现在你说不绑不绑吧？你说的对，你是当家的，不跟你俩计较。快到了，哎，好，好的，嗯，好，嗯，好。哎，大鹏啊，嗯，到了，车，嗯，啊，车到了，省得咱们等。什么到哈站哈西站？那你们现在哪儿啊？你净扯，哈西站哈西站的。
要告诉你们不听明白了。那个钱得给我得，不是等于来。老人出门就怕计划有变，还好这次差得不远。这出口吧。光哥拐弯路了，你上你拉倒，你老管在前面去，你让他坐前面，让他晕车，嗯，包你。好了，这大风真有劲。跑四个小时高速，还赶上下雨。到达农场时，天已经黑了。老两口按计划不在晚上去麻烦老朋友，就住在农场的宾馆。就在这行，你把灯开着点啊。嗯，我爸拿棍儿，你别管我妈，我拿东西你就走你的。送过去，转开。那服务员呢？去年装修的。你那个鸡要啥？鸡搁哪了？鸡在那兜子，你拿鸡来。你冻上了，搁这冰箱里啊。上哪冰箱？这鸡那玩意儿找着冰箱，那玩意儿缺封闭，你怕啥的？没事。缺封闭的不用怕，坏不了。缺封闭的放不了，它不是开口了。对吗？缺封闭的。嗯，好，你们你还有啥？休息吧。还有啥桌子？谁家得多睡一会儿？还五点半就起来了，你们哪受得了啊？别起来了，你起来就麻烦了。朱奎英的儿子为老人们安排了一场茶话会，定在农场活动中心会议室。假的，我也是白的，老伴儿的老年头。更使我们继承和发扬了老同志这个艰苦奋斗精神，使二龙山农场啊建设的一天比一天好。我们现在面临的新业务啊，新情况，新发展机遇，恳需进行3年之内的深化改革，就是企业办事业的问题。希望老同志啊，这个能够提出宝贵意见。我们继续发扬。这种高规格的安排让老人们都不太适应。老朋友见面自然高兴，可聚会成了报告会，大伙一时不知道该报告什么。我们农场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，也希望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把你们的宝贵的经验提出来。哎呀，别当写的书，别当纸啊，别当写的书。别这么走，这么走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哎，行了，好嘞。慢点。大白菜、茄子、西红柿。辣椒，进屋啊！我不管，走不动了，快进屋吧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朱奎英老两口终于可以到卢景顺家好好说会话了。烫不烫？你试试。他们担心住在后院于青家，被卢景顺挑理，要好好说一说。你显得近了一点。为啥要租房子呢？住旅馆呢？不在个人家住。小坤，那能方便吗？我说行，我说到旅馆去住，有人管，有电视，看看电视。要回不来，你们也别有想法。我说到那样，我就要回不来了，有病了，我说这住的铁蛋他们都能。能给我送了呗？没事，你就直接上我家住就完了呗。我家我上不去，我背你。老人在仔细地维护着老朋友间的情谊，热心的儿子按照自己的计划开始张罗起旅游的事情。上山口，你有时间吗？不行吧？我们先去，完了你那个什么，你后去，行吧？这不行，人家你
咱俩为首，咱俩去他跟你去，也不去。我说实在话，对对对对对，我们都看过了，你说我们是是是，我得牡丹连城，我俩都去多少回了，是拉的去不了了。那你先早说呀，我都安排完了，那一我这通知他们不就？嗯嗯，再给我给过个。你到哪整去？不不不管了，你要不去，那我就把他都告诉他们一声。你车联系好了吗？哎呀，我什么都联系好了，连那边饭都订好了，我没事儿。嗯。折腾一路的朱奎英不想再动，比起那些风景名胜，老人似乎更喜欢农场生活。我就感觉不行，他不会叫我去看你。慢点，就放边上吧，大家。明天八点钟跟你放着吧，啊，我先回去了啊。哎，我哪天能在啊？好嘞。朱奎英终于在于兴家安顿下来，为了让拍摄尽快结束，他动起了脑筋。那个你就休息，啊，没事没事。那不到九点，快九点，九点睡，九点多。完成。他几点钟走的？现在有了，看着呢。电，这电不走，不走啊。路灯走，这不走啊。就路灯走，路灯九点，九点走、啊，这不走。对呀、啊，嗯，这各家各户的不走。对，路灯走，嗯，到九点就走。今年过年到九点就走，每年过年是都到十二点。卢景顺最近因为房子的事很上火，孩子们替他交了买房的20000块定金，可地面上的拆迁还没完成，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。你不挣钱你干吗？对，是不是那么？谁不都为了挣钱呢？都在蹭，啊，都在蹭。是。啊，对呀。看着眼前的拆迁工地，卢景顺还是决定继续等待。既然新楼没法动工，那就趁现在和老朋友们一起享受下农场的生活才是最实在的。咋的？两口一堆米照样堆米。他谁都说哎对，哎呀，哎呀，对吗？哎呀，哎呦，我怎么想不起来呢？我是涂书法家的。啊，涂书法。哦，他认出他来了。嗯。喂。哎，涂书法挺好的。涂书法没了。嗯。嗯。好了，再见了。哎，再见，再见。大哥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真是有你啥用啊？能不能到家呀？不会进。我家那个也是腰间盘，下不来地儿了。哎呦，70岁就不下不来地儿了，你都说怎么整吧？啊，哎呀妈呀，天哪呀，急了！要，才睡一会儿你就不费手道了。你爸他们都认识，都认识。原先那两年回的时候，我见朱奎英每次回来，总会听说几个熟人故去的消息。老人并没有伤感，人的离开和记忆的消失一样，都由不得自己。刚回来呀？刚回来。哦。哦，你还认识我？我认识你，你看总给我点点东西。啊，张云，接不接？一会儿我接。我先把这倒了，这还身体还挺好是吧？哎。你看杠杠的硬。没事，送我来吧。啊？哎。不到。你好，啊，你好，哎，我好。他是一个吧？你是？张云，嗯，这是新上的吗？对啊，我姓朱。对，挺有哎呦，开了，徐志生。哎，对，对对对，你认识我吗？我忘了。不认识，对不起啊。你钱咋兜来了？
全家嘛。朱奎英实在想不起这位老人的名字，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们的谈话。在农场生活过的人，无论是否相识，都会感觉亲切。老朋友间的感情自然更深，然而深厚的情谊也会带来点小麻烦。能灵动吗？灵动。卖油卖面的。你要？看看看，两块二，哎呀，不用看，两块二，先不用看。那我吃，你看看，4块2，是什么？是哪儿的？油啊！啊，油大米。有大米家多少？油，我告诉你，吃没再买。买一袋面，买一袋面。你干啥？你别管我。过日子。嗯。你是串门过日子？过日子，过日子。过日子也不行。过日子，过日子，给你哥哥找房子。油跟面，我给他送家去。我知道他家不于清家吗？我给他送去吧。我不让他买，他我知道那牛奶也是给他买的，别拎着了，怪沉的，都给你送去。我家串门的，你啊，还有这串门的，这我妹妹。那也不行啊，串门哪能有这样事儿呢？我去买房子去吧，你哥哥再买我。啊，我都买完房子了。说也不听。还有什么？行了，别整稀碎了。没有，这辣椒焖子。这个整烂干它。高这五个少不少啊？你招待啥呀？你招待我招待就不行了，我一家事儿。行，你招待我婶。招待做梦就别来了，在北京买吃完得了。七十不留宿，八十不留饭的老话，在于清这里并不适用。他们一家子要照顾朱奎英老两口一夏天，吃的虽然都是普通饭菜，但味道里是半个世纪的交情。那时候你有区别，跟那个老太太还差8岁呢，跟老头差22岁。22。那公就是有距离，这公瞅着都差不多了，都不拉碴没啥大口的了。你没感觉，你因为你岁数小，越岁数大吧，感情越深。今天地荒，今天咋了？今天春天气温低，喷上药不好使。现在苗稀都是土坟。啊，你看。虽然没住在卢景顺家，但老朋友还是在一起才热闹。刚安顿好吃住，朱奎英就忍不住和老朋友到了最熟悉的田间地头。这5、6了。啊。啊，他这个，他产值高啊，他这个成本就降下来了吧？悠闲点，慢点。而且现在种的苞米是密集的，1米7棵。不是，你太密了，不是棒结的小。它这方就是密集的，你圆点嘛，棒也那样。啊。传统的种植方式早已改变了，而耕种在黑土地里的辛苦却一直没变，无论当年还是现在。你那时候那种点苞米，那费那劲呐。还得掰棒子，又是东啥的，是不是？干那是。嗯，我这年轻的时候，城墙多高，人粪尿马粪，就马多高，能加。那时候能加，现在谁上那能加肥呀？不上能加肥。你先说这个上的，你这不是一上上能加肥啊？上不起。你现在都是，3块钱一斤能卖9块钱一斤，你看。土地凝聚了老人们一辈子的心血与情谊，他们总也忘不了谋划着黑土地的丰产和丰收。苞米地成本下来得10000。啊，得10000！你要那低于10000，这秋后雨水要少，就是丰收年。丰收年，对对对。朱奎英知道卢景顺为房子的事闹心，从地头回来也想劝劝老朋友。就等你给我要钱来，我不买楼，你买楼你上不去，我也不愿住楼。
给二小子们这将将多回了，上两天这俩孩子要给我买，给我气回来，我俩又吵起来。我待在这生活一辈子了。哎，现在你能动的了，就好像不乐意买。现在不能动的了。是啊，孩子就要上楼，就不能动。这个呀，就跟像我跟弟弟说的似的，有实话，有假话，就是啥没钱，有钱他妈谁会想住楼啊？我不想花他们钱。实际上，拆迁这钱吧。都是道听途说。朱奎英知道卢景顺的倔脾气，认准的事劝不住，现在一起享受农场平静的生活才是最实在的。刘叔，活在这世界之最。我不是和你谢谢你的鸡啊啊哎呀不管就不行了，个个行，给别人的孩子不行，真的不结黄瓜不知怎么事儿。转眼到了八月底，朱奎英的女儿给老两口订好了回京的车票，可在出发前一天，朱奎英病了。啊，做完了，做完了，我洗脸，我要刚过来，我先唠了嗑，完了那要走了。唠，上屋里唠着，他怕你拽了，我一走我就得扒着他。您穿鞋来，我没有没有没到那个程度呢，我穿鞋了。没到时候呢，没告诉你，没到时候呢。那个没到时候呢。感冒发烧，我就这几天给他连打针再吃药。关键是临近了，不临近就给整北安去了。是是，晚上十点多钟，十点多起来给他喂药，他不吃，不吃，酱不吃，那发烧那不吃啊。拿豆角来，豆角，哎，有豆角，两包呢，两包那包多，嗯，这大豆角多大？过年再来。哎呀，过年给大哥来，那忙活了，来，没事，来，这地好。过年要是一场修好了，直接坐到那个我这车上，两个小时到这儿，对，三个小时到这儿，那都快。朱奎英老两口回农场两个月，大伙儿都没少费心照顾。那再好。老人心里明白，不能再给老朋友们添麻烦了，可真要走却舍不得。老朋友看一眼。少一眼。来，明天再来，再来。但是这个包你背着吗？还是搁车里头？我背着，背着。背哪边？背这边。啊，那个传令，你自己去呀，传令啊。过来，嫂子，快来呀！好了，走啊，走啊，走啊。走吧，走吧，你走。这回我可不来。他说呀，哎呀，都说多少遍，我回来，完好了，我看没有再来。小年轻谁陪你那么长时间呢？要硬事儿的了，我看哪不容易来。一有点病，这大就撂倒了。朱奎英的身体在回北京后刚刚有所好转，就又开始念叨起明年回乡的计划。必须按计划给完成。一岁大了怎么办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，老人也不例外。岁月带走了他们身体的活力，留下的却是平凡而耀眼的故事。
生生不息。